这边主裁判一声哨响，双方的上半场比赛已经开始。您现在收看到的是2024中国足球协会甲级联赛第二十八轮延边龙鼎在主场对阵青岛红狮的比赛。这场比赛是在延边的主场延吉市全民健身体育中心体育场来进行。上半场的比赛，主场作战的延边龙鼎一袭红色的球衣，黑色的短裤，从屏幕的右侧向左来推进，而青岛红狮一袭白色的战袍，深色的短裤，从屏幕的左侧向右来进攻。头球蹭过来，阿武莱达右脚的打门，这边朱权还是站住了位置，都给大了，但是陈浩伟再往里抹，底线附近扫回来，漏到后点，调整一下，再做给队友，右脚的打门，这球被延边龙鼎的门将董嘉林化解掉，再转移到左边，左脚的打门，又是董嘉林稳稳的把球控制下来，哎，调整一下，扎布林姆，连续的转移球，分到右边，金泰妍，小的传中投球，这球稍稍偏了一点，这边给进来，倒三角，左脚的打门，这球打高了，这边绝佳的机会啊，阿武莱达没有把握住，这样的局势，扫回来，门前调整一下，右脚的打门，这球又打高了，近在咫尺呀，往里走，右边右脚的打门，这球还是没有能够打在门框范围之内。连续的两次好机会啊，这一次是亚亚萨诺哥，何有足做给队友吴俊豪，右脚的打门，右脚开出来，禁区里调整一下，外围右脚的打门被挡出，但是这球还是进攻一方犯规在先，这样的话主裁判一声长哨，全场比赛结束，最终延边龙鼎和青岛红狮是战成了0-0，双方各自收获一分。非常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本场比赛，希望您之后继续锁定我们为您带来的2024赛季中国足球协会甲级联赛其他场次的争夺，我们之后的比赛再见。